朋友们好，我是阿祖。我身后这里有几棵那个嘉宝果啊，都结果了。然后上次拍过说，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多少钱，我等下问一下吧，问一下多少钱。这个的话有我手臂这么粗，有这个手臂这么粗了。全部有果的，有手臂这么粗、哦。这个大概有多少年份啊？这个13年。13年。啊，不错不错啊！形象它漂亮哦。最大就是这一颗。这个还是最大，这个是17年的。最大的这棵17年了、啊。这个准备要来一批果，一十个有果。这棵卖了没有？没卖，这个和你们问的都没卖，是很久没有卖。这两棵多少钱呢、啊？卖6000。6000。这个8000。这棵8000。也是手臂这么粗，比那些粗一点。这棵是。要6000块，这棵是最贵的，8000，又准备结果了。这些都是3000多块。哦，这棵已经卖了，绑了红绳了。这个是已经卖了，绑了红绳的。刚才看的那些嘉宝果，价格3000多到6000多、8000多的都有。它是按照年份，然后看大小来，定价的。年份13年左右的，都是有果的，有果的，然后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。那个杆头的话有，就是有这个手臂这么粗吧。嘉宝果因为网上介绍的，百度百科里说的是它集医疗、美容、保健于一体，所以现在很多老板、很多大老板都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栽上一棵嘉宝果，然后就是看着。也比较有面子啊，然后呢，也可以造景，然后呢，平时又可以有果子吃，所以现在的嘉宝果还是有很多人喜爱种的，都种于自己的庭院里。好吧，这一期